完全在靠不动，你到最后一局根本就不行了，你精力也集中不起来了，那个下半场。对，说的那个对，就是后边那精力都集中不起来，所以你移动了吗？对，再见了。哎呀，再见。那应该打十五分。啊，对呀，应该。我们却拖到三十分。对，早早都放。